满版花裤装，然后呢，它就是身高比较高的人可以穿，因为其实妞妞，我个人觉得我穿这件是有点大，所以呢，这一款呢，我觉得它算是比较算是 M 到 L 码的，因为它做的有点像裙子似的，所以它就是比较宽松一点点。但是你来看那个布料，它是非常非常的漂亮，所以也是非常推荐大家买。然后如果你是 M L 的粉丝，然后你又高的话，非常推荐买这件。然后我们很少出那么高的，就是比较宽大又高的版型哦，然后因为真的最近很多170的粉丝啊，肩带是你可以自己去做调整的，如果你比较高比较小只，全部都是可以自己做绑带的。然后呢，整件就是做比较宽松，然后有点像裙子似的感觉，但是它其实是裤装。然后这件呢，它就是挖肩的感觉，非常非常厉害哦。所以呢，170专区来了一件，这个啊是需要比较高的人来穿哦。我美容的粉丝有福了，好不好？你们再也穿裤装不会觉得太小太短或是卡裆的问题哦。